张老爷子，如今绿园已成乱局，我来找您呢，也只是想寻求个庇护。沈总啊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你也知道，我不是随随便便什么阿猫阿狗都给予救助的。我这么大个环宇投资，这么多的事务都需要我来打理呀、啊，我没有过多的时间。不过，你要真心实意为你们求得庇护，那就得拿出点东西来，不能让我白跑一趟吧。我知道老爷子您一直都在寻找失踪多年的唯一继承人，这个袋子里呢是他的一些信息，他现在已是绿园离世的孤影，当然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他带回环宇资本。老婆你放心，我会带你离开绿园，是吧？虚构我们的安人事件。说了倒是轻松，韩德军这个人你还不太了解，得罪他就只有死路一条。放心吧，老婆，我一定会哄你过去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你爸生病住院没几天活头了，你们一走了之，倒是逍遥快活。胡说什么呢？我爸之前还好好的，怎么就突然病了呢？林氏集团现在面临破产，他能不着急吗？现在只有你才能救得了他。怎么救？把我卖给韩德军？哎呦，说那么难听干嘛？什么卖呀？是你攀高枝儿嫁给韩德军，乖乖听话，赶紧跟这个废物乞丐离婚。人家说了，只要你没跟他那个，人家是不会介意的。那我要是已经那个了呢？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！算了算了，脏了也没事儿，不说也没人知道。你给我把嘴巴放干净，我不允许我的女人受任何人的气。现在还轮不到你这个乞丐女婿跟我说话，来人，让他给我闭嘴。你为了你爸最好乖乖嫁给韩德军，你们若是执意离开绿园市，就等着给你爸收尸吧。张志勇、李轩轩，你们真的是被组织了。对不起，韩总，让你失望了。废物，这事儿办不成。是李轩轩的后妈放我。她倒是个聪明的女人。至于你，我愿意接受惩罚。我向来就是赏罚分明，你知道。样子，轩轩呀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赶紧走，别让韩德军他抓住。不，我不走，我要留下来照顾你。伯父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任何人不会伤害你的。哟，李总，这生病归生病，欠我们王氏集团的一个亿，什么时候还啊？一个亿，爸，你怎么会欠他的钱？是你后妈何春兰背着我借了王氏集团的高利贷，我们李氏集团遇到了危机，拿什么还呀？伯父别急，我来想办法。哎呦，一个臭要饭的就别逞强了。三天之内我保证还。张志勇，我承认你的拳头很厉害，但是吹牛它解决不了问题。不就是一个亿吗？我还是拿得出手。喂，三天之内我要看到一个亿打在我的账户上。这小子真有一个亿？哎，怎么可能？行，如果还不上怎么办？三天之内我还不上，我自断手臂。行，一言为定。不过啊，我倒是想亲自砍掉你那只手。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韩总，事儿说吧。我让何秋兰把张志勇和李轩宇带回来了。你看，好，放心吧，以后我们韩氏集团就是王氏靠山。哎，恭喜韩。
韩总，韩总，慷慨，多谢多谢。对了，我让你办的事办的怎么样？放心吧，韩总，那小子吹牛说三天能还我一个亿，不然就自断手臂。把张志勇都混成赘婿了，还敢在这吹牛，看他怎么死。去吧，我等你好消息。好好。志勇，才三天，你怎么能拿出这么多钱呀？除非你是体验生活的隐形富豪。哎，老婆，还真被你说对了。其实啊，我就是……老婆，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去一会儿。少爷，您旧伤未愈，手法还是如此了得，厉害厉害呀！我上次交给你的事儿办得怎么样？一切就绪。还有，老爷让我给您托个话，说让您回家继承怀玉资产。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？是谁透露的消息？张志勇，我刚才说你是没脑子呢。志勇，你那钱是从哪儿弄来的？老婆，这种小事你就不要操心了，你要操心的是我们要生孩子这种大事儿。你说什么呢？快停车，停车！啊，你怎么了？啊，快救救我，我要生了！张志勇，我们送他去医院吧。小偷光天化日敢偷我们的车！这里这么偏僻，我们去路对面打车，先救人要紧。先扶过去。不，中计了。王氏集团的总部，你还敢闯？我叫王金芳，让开！王总的名字也是你敢叫的，还不跪下认错？坚强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金芳，我该好好算算账。雪雪，你知道我为了得到你花了多少心思吗？现在我终于得到你了。不是，你不要碰我，你放开我！哎，打心骂谁？你打够了，好好爱我就行了。金芳，谁？你给我老实交代，你把雪雪藏哪儿了？告诉你，上次没斩断你的手，我真恼火了。这是我的地盘，别惹我！你干什么？这是你的地盘不假，但是并不妨我像上次一样把你打得满地找。快说，雪雪到底在哪儿？雪雪是你老婆，她丢了关我什么事？啊！不是你干的，也和你脱不了干系。我的耐心是有限的，快说！我说，一定是韩德军那些人干的，跟我没关系啊。韩德军，来吧，最强的迷药，只要吃了这颗药，用不了多久，你就会来求我的。